有講有笑直播間又嚟啦！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嘅就係中山市市區，包括東區街道啦、石岐街道啦、西區街道啦，仲有南區。咁我哋希望通過呢個容易地圖嘅直播方式咧，帶大家去對比一下唔同區域嘅配套啦、樓盤啦，或者有啲新嘅產品推出，我哋嘅情況係點嘅？而且咧，地圖咧睇得最清楚，只要你停留五分鐘時間，就可以了解清楚呢個區域嚟講賣緊啲咩貨，以及優勢向邊度。同時，我哋都準備咗份精美詳細的一個資料咧，方便你做資料搜集。約定你星期三的直播間見啦！灣區生活知多啲，實在好容易。今天有 Mango 阿媽一起跟大家分析樓盤。咁之前咧，我哋通過呢種形式同大家去分析樓盤咧，第一係令你好快速咁通過地圖咧睇清楚曬，整一個樓盤周圍嘅配套啦，有啲咩競標對比嘅項目啦。咁其實針對呢一塊嚟講咧，我哋咧亦都係堅持會用呢一種最客觀嘅方式咧，同大家進行一個分享，以期咧你未翻嚟之前。大概了解清楚啲嘅樓盤嚇，咁啊到時你可以寫咗名單俾我哋，我哋翻嚟去睇邊啲樓盤。最近都好多客户係一翻到嚟，嗱我而家希望呢一串，咁我哋就會根據你嘅需求，會去到現場咧俾啲嘅建議。但係咧呢個係建立響你對呢個區域大概有一定嘅了解先，包括佢周圍嘅區域嘅配套啦，佢或者佢交通嘅情況啊。或者個城市面貌點啊？可能我哋通過我哋今次嘅視頻啦，包括我哋上期做過關於馬鞍島嘅視頻啦，呢期咧我哋啊重點咧就會講下呢個火炬嘅開發區，跟住咧我哋可能重點會講講呢個太陽城板塊裏邊嘅某一個樓盤，冇錯啦，整個火炬開發區咧，我會認為佢會比而家嘅馬鞍島更加宜居少少，因為佢已經發展咗一段時間啦，整個區域板塊裏邊。其實該有的民生配套啦，該有的呢個市政配套啦，生活氣息咧，其實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咁我哋嗰日去到現場先發現咧，可能呢件事你都唔知道，原嚟咧整個火炬區嘅中心市場，即係叫做張家邊中心市場，好似係。你知唔知呢個市場營業時間係幾點鐘結束？你咁講應該係可能有機會去到十點鐘。冇錯。我真的很驚訝，即係原來咧，即係呢邊市場一般晏晝六點打後啦，五點就啲海鮮都收檔。係啦係啦，咁肉嘅收檔。佢嗰邊係十點先結束嘅，咁原因係咩咧？因為好多人咧嗰個時候落班啊，即係嗰個時候落班咧就會去買餸，咁所以其實你可以感受到其實呢邊嘅人間煙火氣息配套成人流嘅，冇錯，個虛撼感。係啦，係絕對係非常之。舒適嘅，咁而且咧，而家講嘅太陽城板塊咧，係絕對嘅旺中帶靜啊！咁整個板塊規劃得井井有條，就係而家我哋睇到嘅呢個情況啦。咁而家目前呢個就係火炬開發區嘅大概嘅一個圖，因為我哋最右邊咧就係我哋上期節目都會講到嘅馬鞍島啦，包括其實成個火炬區咧最宜居啱先除咗。這個嘅太陽城板塊啦，好明顯呢個南北板塊咧就係錯落有致，井井有序嘅，對圖稿又都好好。咁另外一個值得睇嘅咧就係呢個博愛路新路嘅板塊，所以你見到咧目前賣緊嘅住宅咧都係集中喺呢個板塊。其實佢呢啲都係屬於火炬開發區嘅，係啊，成個片區火炬開發區好大嘅，咁火炬開發區加側邊啦，咁啊四幾大道啦，包括呢個長快線啦，去呢個馬鞍島都好近嘅，冇錯。係啊，咁可能今次咧我哋就重點入一入去。火炬開發區呢個嘅太陽城呢個板塊，嗱咁呢個板塊咧最中間心見到我哋嘅地圖，成個地圖入邊咧最中心就係火炬站，火炬站咧就係中山嘅第一條地鐵站啦，從廣州嘅十八號線延長過嚟嘅馬鞍島嘅香山站嘅下一個站，就到我哋火炬站。係啊，時間好快就入到嚟啦。啊，咁呢邊咧除開成個新環境啦，有我哋地圖見到成個有個一個叫德能湖公園，包括呢度有塊綠地。未來就會變成中山火炬嘅之心，係啊！我哋之前講到一個三合一心，係嘛？係啊，就係三合就係我哋嘅火炬開發區啦，二為核心啦，跟住仲有我哋嘅馬鞍島啦，同埋我哋而家嘅旗江新城，三個核心。一族咧就係三個核心連埋一齊咧，就叫一齊向東發展，就叫做三合一族嘅規劃方向。呢個方向咧係寫進咗我哋國土規劃2021到2035年嘅。
規劃方向裏邊去嘅、嗯。就其實就係從個地鐵再往東去，就係連住三個板塊啦。咁、火炬咧啱好太陽城板塊咧、就位於呢三個板塊中間心。係、啊，可能生活方面可能佢處於動靜分區之間。冇錯。咁、我哋入去睇睇佢啲樓盤嘅情況啦、包括。目前其實很明顯咧，喺呢個火炬站嘅最近的位置咧、有兩個樓盤，即係我哋左右互反，係左右互反。咁啊，北邊咧就已經係望望江嘅啦，望水嘅啦。橫門水道呢邊咧，其實而家嘅中山港客運碼頭其實咪就喺呢度咯。係，其實咧喺呢度啊，包括呢兩個樓盤啦，喺呢個位置啦，或者周邊樓盤，翻嚟呢度咧，目前嚟講應該樓盤在手嘅新盤裏邊最快嘅啦。冇錯，個樓盤翻香港、經過呢條河道、就會。大概一個半小時就回到尖沙咀尖沙咀中港城碼頭啦、所以呢個佢交通情況。如果上呢個區咧，譬如我哋話坐車開車嘅情況下，咁我哋去深圳啦，或者係坐啲直巴巴士啦，可能我哋可以開車經過呢度，再穿過去呢個深中通道，再經深圳灣翻到香港，成個路程相對嚟講以前咧就快咗好多啦。咁、以前咧可能去彎個曲線喺上面落嚟。咁啊，到達中山嘅一個初始站，而且有高速落口啦，喺呢度啦，深中通道又落口嗰度，交通方面係非常之便捷嘅。可能我哋以後住喺呢度，開車翻到去深圳南山消費，可能一個鐘都唔使啦。絕對唔使啊！你上深中通道，其實有條路係直接就過到去噶啦，非常之快速嘅。如果我哋講翻火炬開發區咧，仲有一個優勢嘅，本身咧就響。整個中山市的城區的東邊，回去中山市的市區東區啦，或者石岐的萬象匯啦，係嘛？呢個位置都本身就很方便其實我覺得真係進可攻退可守的一個位置嚟嘅。跟住咧，除了呢個地鐵站啦，其實火炬咧仲有一個叫中山站，喺呢個位置，即係基本上就是位於旗港新城兩個，包括呢個太陽城嘅中間心呢個位置。其實從另外一個樓盤咧，Double二高過去亦都好近，都係屬於火炬區嘅。呢個呢邊嘅博愛七路嘅呢個樓盤，其實啱好三個位置，佢呢個情況都 OK 嘅。目前而家中山站咧就係高鐵站，去雲軌村又方便嘅。包括你想坐輕軌去珠海又得，咁到時候通埋地鐵啦，咁啊三站為一體，乜都搞掂曬啦。所以呢啲交通配套咧，真係非常之方便。咁與此同時咧，我哋就睇翻一個咁成熟嘅交通配套入邊咧，點解我哋會比較推薦呢兩個樓盤咧嚇？咁一個今日咧會主要同大家講講越秀建發曬月。呢個樓盤嘅就係大家而家睇到嘅呢個圖嘅一個情況啦。咁其實咧，整個越秀建發曬月嚟講咧，依家其實佢哋嘅在售情況咧，係見到所有紫色呢啲咧就賣咗㗎啦，就基本賣曬，係啦，基本就賣曬㗎啦。譬如而家講緊一棟二棟咧，就真係全部賣曬啦。係啊，咁可能三五棟咧，仲有少少尾貨。而家六棟咧，同埋中間心呢個十一棟同埋十棟咧，就未售。八棟咧仲有少少尾貨。咁啊，睇翻你。針對你想要嘅咩户型嘅產品啊，或者我哋今次都會通過一個生命嘅方式，通過 VR 户型入邊慢慢睇。你唔使去樣板間，你坐喺屋企，我而家同你一齊去樣板間睇一睇。係，我哋而家咧立即我哋去樣板間睇睇周邊嘅情況係點嘅。咁越秀建發嚟講咧，其實主打一個就係實用面積非常之高，而且地理位置咧好有優勢。地理位置好有優勢。咁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先嚟睇睇佢具體賣緊啲咩户型呢啲户型咧，你啱唔啱我哋喺現場。而家我哋就去第一個户型咧，就係非常之實用嘅89方。點解有錢都停留呢個位置咧？大家可以睇下，慢慢咁睇下呢個位置。呢度係陽台。如果89方傳統咧，其實係冇我哋前方每一個咁長嘅陽台嘅。係每咁長嘅陽台咧。而且越秀本身就係擅長做開實用率高嘅產品。冇錯。係啊。我哋往呢邊仲有一個凹位咧，就可以擺埋洗衣機啦，加正櫃啦，加正櫃係啊，我入到去我哋嘅客廳，呢個就係佢示範單位，咁我哋希望通過線上嘅視頻咧，就可以俾到參考俾大家嚟。雖然唔能夠講身臨其境，但係起碼你都大概知道呢個咧3.6米嘅一個開間，然後整個樹廳嘅一個設計，然後咧轉翻過嚟呢邊咧，佢嘅廚房位嘅出邊咧就係我哋可以擺到一個4人嘅。
山台的一個位置啦。好經典嘅，一入嚟咧，左手邊咧就係我哋嘅鞋櫃嘅位置啦。咁入翻去咧，廚房呢邊咧係一個大嘅一個 U 型嘅廚房嘅位置。咁當然啦，你擺埋冰箱嘅話咧，基本上單扇門出入啦。嚇，咁呢一種畢竟係最細嘅户型，冇錯。而且佢家庫標準入邊咧，你見到地板啊，包括入户嘅櫃啊，佢就係家庫標準啦。但係呢啲牆身咧就呢個唔係嘅，就會變成魚膠漆，白色魚膠漆。冇錯。包括上面嘅燈帶都係有嘅。啊，咁啊，入邊嘅軟裝咧，咁按照自己風格，到時自己搭配或者裝修或者做定制啊，都 OK 嘅，係啊。可能我哋入去第一個房間嗰、那個啊，睇睇先。呢、這個就係啱先連住陽台嘅客房。而且佢呢個交樓標準嚟嘅喎，呢、這個窗咧呢邊係就係咁樣交嘅啦。咁到時你覺得要用翻，你推翻出去，咁佢就 OK 嘅。咁呢一種咧，其實喺目前八十九方嚟講，可以做到個咁長嘅陽台連通兩個房間，其實係非常之舒適嘅。你話第二間房啊，書房。呢個書房咧，其實佢哋見到個窗咁樣佈置翻咧，係冇嗰個窗台嘅設置咧，咁其實整個使用空間係更加之好用嘅。如果作為書房嘅採光真係唔錯，大面窗全部都係採光嘅一個位置嚟嘅。係啊，我哋再入翻主位先，係啊，咁啊，希望通過呢個方式咧，更容易、更生動咁通過線上就可以去現場睇下感覺啦。係啦，咁你睇我目測呢一種感受啱唔啱先嚇？好似呢一隻咁。哦、我就個人會覺得佢做得非常之好嘅地方就係你喺留意個洗手間，佢唔係正對住主人房嗰張牀嘅位置嘅，側望。係啦係啦，側邊望翻出嚟嘅，所以咧你就唔需要考究話我要做多一個櫃啦，去擋一擋啦，令到你主人房休息嘅空間咧其實係更加之舒適嘅。咁八十九方咧就係響邊個位置咧？八十九方就前面突出嚟嘅。就基本上咧，我哋地圖見到咧就係嗱七棟，你嘅前方呢個八十九方就即係正南向朝向。正南向啦。啊，包括八棟有啲尾貨啦，呢邊都係往南望嘅。佢其實呢個小區有個特點嘅，佢下方係冇商業體嘅，就好安靜嘅，所以你買啲矮樓層嘅單位都唔使擔心。係啊，非常之合適。而且你見到個區域啱先都忘記講咗，好規劃得好好，正方形、正方形、正方形，街道好有舒服感嘅，好似你海外如果就滾海外生活嘅，忽略嚟呢個樓盤可能周邊嘅環境都合適你。其實退休生活咧，你主打嘅就係一個休閒舒適，跟住你附近你要行公園。舉例，你見到而家嘅火炬站嘅呢一個位置咁，好似呢度咁咁大片嘅廣場咧。中山市是冇嘅，你冇留意邊個市區鎮區都好，中山市冇一個咁大嘅廣場，亦都冇個市區咁舒服嘅德能湖公園嚇，呢樣嘢係非常之值得去關注嘅。咁同時咧，佢交樓時間咧係去到2025年嘅年中啦。咁聽銷售姐姐同我哋講咧，就話而家三月份咧，我三即係可能會喺2024年嘅年底。有啲最快嘅。係啦係啦，可能會喺2024年嘅年底就會係呢個時間交樓。咁除開前面七棟嘅八十九方之外咧，我哋睇翻兩條腿咧，其實都係好吸引嘅。兩條腿咧就分別就睇翻佢有幾個户型嘅，咁我哋都順利我哋嗰個我哋去睇睇首先第一個105方嘅呢個户型啊，而家目前咧就比較冇咩貨，少噶啦。係啊，可能我哋主要講下目前賣緊嘅一啲重點嘅啲貨先。係啊，譬如七棟啊，而家賣緊嘅最主要嘅貨咧，就譬如呢個113方嘅橫廳為主啦。冇錯。係啊，越秀嚟講又係一個稀缺户型啦，賣得比較好嘅。呢種橫廳咧，我最近你有冇發現咧？好多廚藝了得嘅人都中意橫廳嘅。冇錯，而且佢陽台咧，睇下翻自己嘅裝修情況啦，包括你種風窗啊，仲有一個贈送嘅空間。佢係凹咗入去嘅，其實出邊呢個好似有個房間仔咁樣嘅感覺嘅，呢邊係好大好舒服嘅。係啊，咁啊橫廳嘅設置咧，兩面通風一定係非常之舒服噶啦。而且咧前面咧正南向咧望翻去咧，就係我哋嘅火炬廣場啦，同埋我哋嘅火炬之心以及地鐵站嘅呢個位置。如果是朝北的方向望翻出去，其實咧你係會望到整個橫門水道啊，買高啲嘅樓層是 OK 嘅。係，睇翻佢地圖嘅位置啦，我哋都可以參考到佢目前嘅呢個面積在手緊嘅位置係點嘅。我哋圈一圈出嚟，咁啊橫廳咧主要集中響呢個，譬如六棟同七棟嘅呢個中間位置。買七棟咧，可能仲有個優勢咧，出到嚟如果你將另外一間房改造下，或者做成南北通，或者得唔得？咁嘅情況有仲有啲水景。Henry 最近有一個迂迴方案，我覺得技術非常之好嘅。即係你行入去之後咧，經過咗個主人房嘅嗰個衣帽間之後咧，就會入翻主人房。其實呢種感覺係非常舒適嘅。
嗱，咁總結一下啦，呢一個樓盤啦，咁其實我哋依家咧聽翻佢交樓時間咧係去到明年嘅年底或者係2025年嘅年中嘅一個時間，但係咧全部起好曬啦。咁交樓方面咧，個人認為係唔需要太大擔心嘅嚇呢邊。第二個嚟講咧，佢整個小區園林目前規劃好曬，附近所有嘅規劃係非常之平整舒適。要景的話，日都有景，在後邊有我們的橫門水道的這個景觀。你要看這個景觀，如果在馬鞍島上邊交低20,000元一平方，同樣是這個水道，是不是？但是現在它樓下配套成熟，在這個位置大概均價去到15,000元、15,000多的一個情況，我覺得這個是比較著數的。其實附近，如果你要生活的太陽城這個商圈，入面有大家樂熟悉的，係啊，仲有沃爾瑪商場、超市啦、啊，超市啦、啊嗯，如果你假設你想飲飲茶嘅，其實都入邊都有得選擇。附近嘅仲有一個叫德眾廣場，嗯，啊，呢度都望到啦，就呢個位置佢近更加近住碼頭啦、嗯，有個大明茶樓啦，呢啲兩間，好似有兩三間茶樓，係啊，跟住咧隔離咧呢、這個樓盤隔離咧仲有個中銀喺呢度，保利長大嘅大廈都喺呢度，哈工大嘅研究院咧。前身的地址亦都係喺呢個位置，所以你沿住呢條街道過去咧，綠化都很好嘅。或者你中意行呢邊，經過德能湖嘅公園，再行一圈翻嚟，再去飲茶都 OK 嘅，環境係好舒服嘅。所以兼備咗生活嘅便利性，但係亦都係喺一個旺中帶靜嘅一個位置。從呢度無論去馬鞍島同埋去中山嘅東區，其實講緊都係20分鐘嘅一個時間。如果再往遠啲去走嘅話，呢邊其實再望翻我哋嘅水道呢邊咧。那邊其實就是民眾，再過去就是南沙的了、嗯、在這個位置如果坐地鐵的話，去到南沙是15分鐘就已經到廣州的南沙，所以交通位置的便利性造就了它現在這個位置的稀缺，所以我們認為這個樓盤如果你回來內地看樓，預算在150萬附近，那這個樓盤是值得去現場看看。除了剛才我們說的兩個戶型，還有一些南北對流的、大面積的、戶型都有得選擇、說到這個樓盤，就不得不說它還有二期即將開發的、就是在它這個地塊再前多兩個地塊、到時候有消息會通知大家。現在目前呢，就可能它的競爭對手呢其實都不同的、你說隔離呢，我們左右護法定位有些不同，因為隔離的樓盤我們又不可以定義為它是競爭對手、首先價錢有一定的距離，包括小區的園林啦、錯落有致啦，或者係景觀啦，都會有少少不同的、可能我哋會做對比，帶你去現場去睇。咁招商宇宙雲頂府呢一個樓盤啦，咁我哋會喺下一期節目咧，同大家去詳細介紹呢個樓盤，用佢嘅户型啦、周邊嘅配套啦，對比翻越秀呢邊嘅情況、其實你去睇樓一樣嘅，去睇樓嚟講，就是、我今日睇完呢個樓盤，再睇下一個樓盤。然後就兩個做一個對比，根據你自己個人的需求和情況和預算、戶型的情況呢，進行一個對比之後分析呢，我們就可以達到幫助你了解清楚，然後進而容易地作出決定、這個呢就是我們跟大家分享視頻的一個主要的心響、這個目的在這裡。希望呢添加我們的 WhatsApp、 我們的微信，我們的同事會跟你去聯繫，跟你一起來到中山去看樓，一定是一個非常開心愉快的睇樓路線嚟嘅。我哋下期節目同大家繼續分享，約定你啦，招商宇宙雲頂府嘅詳細分享，下期再見，拜拜。Bye bye。
灣區生活知多啲，睇樓揾容易。喺呢段時間咧，好多香港嘅朋友翻嚟內地睇樓，有參加各種睇樓團啦，亦都有自己翻嚟呢邊內地樓盤去睇樓。咁喺呢度咧 ，Mango 咧推出咗一個定制化嘅睇樓路線服務，希望可以幫到你。定制化咧係根據你想要睇嘅樓盤啦，我哋同你提前商量好，規劃好去邊度睇，而且咧過程中咧仲會安排埋你最中意嘅美食。咁啊，一家人又或者帶埋幾個朋友過嚟呢邊咧，咁就可以好針對性咁去睇一啲嘅樓盤，睇埋佢周邊嘅一個附近嘅情況。而且咧，我哋嘅置業顧問咧會為你介紹清楚周邊嘅發展規劃、現成嘅一個情況，同埋介紹埋呢邊有邊啲人群會買啦，適唔適合你啦。因為買樓嚟講咧，唔同嘅價錢都有非常之多唔同嘅選擇，咁究竟邊一個先係適合你呢？係咪純投資或者純自住，或者係買公寓定係買住宅，定係先租定係後買等等嘅呢啲情況咧，我哋會根據每一個人唔同嘅情況咧，俾翻唔同嘅建議你，同埋咧全程毫無壓力，大家好似朋友咁輕輕鬆鬆，響一日或者兩日嘅時間裏邊，將你想要考察嘅樓盤咧，我哋一齊去睇清楚出去。所以響呢度咧，誠意呼籲大家參加我哋嘅睇樓團啦！